这段婚姻喜欢吗？喜欢啊。他先跟我说，今天原本我真的不会来。哦哦，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愤怒一百。哇！你踩到，踩到哪里了？愤怒一百。怎么会那么愤怒？我要离婚。我应不应该来这个节目？我有没有赢？威尔逊先生，哎呦，摇头了，请坐，请坐。看着前面周正王，威尔逊皮可要绷紧点。一起来看看剪影第一位，来。哇，哎，相当模糊的一个，看不出来，很糊啊。穿睡衣吗？哎，我很少看到人家轮廓这么模糊，模糊，应该是摩登原始人。好，再看看第二位。二号。Oh my god！ 天点，这完蛋了，这完蛋了。Junie， 哎呦，你快，也去了，中了。哎 ，Junie， 哎呦，手好灵活。那个是水货，倒水。一号在干嘛？发疯了。一号好解嗨哦 ，Which woman？ 一号好硬哦。好，来，威尔森先生。一号在划船吧？我老婆肯定是一号，应该知道是。很明显，彩虹是在你心中永远模糊的身影。不是，她摇摆的身躯不是一般女人摇得出来。你喜欢这位？那你想选哪一位？一号，先看一号的。先看一号喽。等他便当来，他饭吃一吃，再来吃鸡腿。一起欢迎一号出场。吃饭喽！哇！来。啊，他这样难怪模糊啊。你可不可以摇的像人家一点？你怎么摇像皮影戏一样？我这是不太会跳舞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天来都来了，好不好？对。这段婚姻喜欢吗？喜欢啊！他一边跟我在澎湖露营啊，当然一边就是在那，就一直在那里。有老公，我老公。宪哥，我说今天原本我真的不会来，他跟我说宪哥是他的心灵导师，要我一定要来。哎呦，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宪哥。然后他结婚以后，变得露营的时候心不在焉，真的，他惦记着你。那因为我看着他们长大的嘛，从姐姐那个年代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这段婚姻开心吗？喜欢吗？但我老公很疼我。我们男艺人对不对？我生四个小孩，我也不会有妊娠纹嘛。没有嘛。那女艺人不一样，她怀孕了，她就变成要养家，要干嘛？对，离开艺能界。对。这个时候你要更提振起精神，老公给你鼓励。今天他就是为你表演的，什么都可以，不要低于15分。没错，没错。小鱼。你回去，小小鱼要被抓起来晒鱼干了。守住人性的最后尊严，米可白带来火辣女特务。哎呦！去哦！杀气哦！哎呦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哇！哇！哎呦！有呢。哎呦！哇，这个行李箱够坚固。哦！哎呦！完了，你要加油啊，威尔逊，醒过来啊！完了，愤怒一百，这要破百的啦！我来，严重严重，大事大条，大事大条，宪哥帮你看，事情严重了，事情严重，大事大条，真的严重，皮可白都快爆奶出来了，愤怒86。然后放松14分，你还低于15分，哎，还有零的，我讲，来，亲爱的，我哎，就坐，我跟你讲哈，我现在给你们私人时间30秒，你想办法把它弄，那个把它分数有一点改变，好不好？交给你，磨蹭一下啦，预备，
如果没有的话，宪哥帮你处理。上堂，音乐尽量慢一点。对，来，交给你30秒的性感。Go！ 哎呦呀，哎呦呀！哇！哦耶！陈志远，你眼睛给我闭起来，陈志远。我在看荧幕啦。你看什么荧幕？哦！哇！哦！我愤怒100。怎么会愤怒？你说一清愤怒一百，你气得生气。怎么愤怒一百？我要离婚。真的不要一百？不是，愤怒一百。你要离婚？怎么？哎，就那一下。不要攻老公了。你不亲还没事。阿莲娜，阿莲娜，阿莲娜。枪拿。应该没有造假。我跟你讲啦，愤怒一百怎么来的啦？为什么会生气？哎，这位太太。陈志远先生，蒙罗丽莎小姐，你看你们还不是最惨的，你是优秀的，分数最好，好惨哦，这段婚姻撑9年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阿莲，恋爱一样。现在等于是几分？14分嘛。我们要用14分，14分。哎，小鱼过关了，这段婚姻有希望啦，恭喜恭喜。好，好，好，他现在要拼一个，哎，他都全身流冷汗。他要拼一个零分，13分。如果对方那跳他没有感觉，那代表他今天最高就是14。对，这段婚姻还可以要。嗯，过了14，那这个事情大，好不好？直接来，一起来看看宇飞带来激情 shower。啊，老婆都跳到躲了光，晒了光。Wilson， 你怎么如此冷淡呢？光晒的最后机会，宇飞请手下留情，别害他们家破人亡哦。七百。啊，没有啦，不可能的，哎不哎不能不你可白都没有笑容哎。拜拜，我来，我来，算总账，我来，不爽度73，放松23，愉悦度有4，4×2等于8，8+23等于31，哦，高好多，2倍，你跳到流汗，对，还有加分题，看到流汗，你才14分，他31。哇，哎，来那个威森，有什么话想跟老？我应不应该来这个节目？讲错了，前面还讲错，我应我不应该来这个节目？太过分，差点说溜嘴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感觉？他，你就是睡单人房睡一个月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他这一套我就借给你。啊，不行不行啊，57啊！不要说我穿不下了，好贱！我没有说，一定穿得下，你穿不下给你老公穿嘛。没有礼貌你们。不会不会啊，对不对？老婆讲两句，好话，嘴巴要会讲。差不多一样，换位置，你先跟他讲两句好话，快点。我跟你讲，这机器不准。在有邱医师的部分，我帮其他两位一起解套。好了，不闹人家了，欸，没事，人家才结婚几个月，对不对？米可白真的是皇神，你看他气到这样子了呐，我都冒冷汗，我需要叫救护车了，我。真的吗？走很近。你是要把他打到昏倒是吧？来开玩笑的啦。